房也是妞儿独家精华，超可爱的粉蓝粉蓝的一个，非常视觉感，然后也让大家看穿得很舒服，穿得很显瘦。我穿起来其实也只不过像一件就是小罩衫的氛围，不会到很厚重，它是一 Q 一 Q 的材质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显肤色显白，所以我觉得这颜色我自己是大力推荐今年的新色。我觉得没有到超短版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举手不太会露起来，而且它已经是在腰头之下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。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饱和，今年的新色就比较淡雅一点点。它当上衣可以，当开襟式的小外套可以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厚薄度非常的棒哦，就是很适合现在像我里面啊穿背心，这个海外地区、台湾地区、港澳地区都好适合。